我龙傲天要誓死守护刘伯儿，谁是少爷？Let's go！音乐界吧，不，我才是少爷。就敢让刘伯儿、刘海、刘王。少爷，天域吧，这个东西就是进化宝藏，打的啥是物种起源呀？这个奥瑞金奥的飞贼贼，等于 M 小G等于9.8，重力加速度是9.8呀，就甚至一拦船。 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，下一个作品是《少爷和我》。这么说。 你是刚刚搬来此地不久，是啊。老管家不堪舟车劳顿，已然病倒了。这府上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其他的管家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少爷？你还知道我是少爷啊？<笑>我在这站半天，你就是新来的管家？是的，少爷。 今天我要在府上宴请王老板，这个是个大事儿啊！现在人马上就到了，你都安排妥当了吗？放心吧，少爷，就没有我龙傲天解决不了的事。<笑>你这个龙傲天也不像管家的名字啊，只是平平无奇的名字罢了。我相信少爷的名字才真是不同凡响。我叫刘波。 很特别的名字，这特别吗？从今往后，我龙傲天要誓死守护刘伯儿。<笑>你还挺忠心的啊，这个龙傲，怎么总感觉你更像少爷？<笑>少爷说笑了，你我主仆二人站在一起。 旁人一眼便能看出谁是少爷，<笑>那是自然。那既然老管家特意安排了你，想必你一定有不少过人之处吧？非也，我患有胃病和幽闭恐惧症，我对女人过敏，身上还会散发出淡淡的。 烟草味，全是少爷的通病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咳血了？是熊猫血。那不也是血吗？没关系，我有位医生朋友，他每天下午都会来帮我调理身体。<笑>越说越像少爷了。<笑>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呀？在下184。 谁问你了？罢了罢了，你只要记住，今天只要能和王老板谈成这笔生意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知道了，少爷。这样。少爷，待会儿想用什么茶？龙井，王老板最喜欢的就是龙井。怎么了？不是，就按他说的办。好嘞。<笑> 奇怪，我明明对女人过敏的，可是对这丫头怎么却……<笑>心里活动就不用说出来了吧？哎呀，坏了，下雨了！哎，这样，你去取两把伞，随我到门外迎接王老板。就按你说的办吧。那不然呢？ 这雨也太大了，少爷，这府上只剩一把伞。我这么大个府，就这一把伞？那些没用的东西，丢掉就算了。
有用啊，我现在就要用。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。那也不用骄傲吧。嗯，要不你也站起来吧。不必了，我喜欢淋雨。不是，这雨越下越大，你还一身的病呢。你先别嘟嘟了，您是想和我做朋友吗？吓我一跳，我咋的了？您越界了。不就打一把伞吗？请注意您的身份，我少爷。我事儿多醒了吧？无情的雨呀、啊，就用你那冰冷的双臂，狠狠地鞭笞我吧！干啥呀？对不起，少爷，让您看到我脆弱的一面了。我都看到了你的好几面了。少爷。怎么了？电话响了，我听见了。喂，哎呦，王老板，您什么时候过来？您不来了？那咱们的生意，为什么呀？哎呦，王老板，我要两成立就已经不赚钱了。什么？欧阳家只要一成立，欧阳家他凭……哎。王老板，你刚刚说过的话被我驳回了。我不仅要两成立，现在还要多加两成立。记住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你认识王老板啊？在我7岁那年，我的父亲曾救下过一名孤儿，并把他带回家中抚养。可是直到这孩子18岁成年那天，我们才得知，原来他的父亲竟然就是我的父亲。那王老板是？我不认识王老板。你不认识王老板？你不认识？你说那么多。我只是突然想起此事。那你刚才你这苹果来自胶州啊？你别说话了。你知道这是谁吗？王老板那可是王世昌。哦，这得罪得起吗？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。你有点让我恐惧了。王老板，哎呦，实在抱歉，刚刚是管家不懂事儿，我什么，让我家少爷接电话。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就是少爷呀。不，我才是少爷。我你好好跟王老板说。世昌啊，你礼貌吗？我是真心的想要四成立。你这毫无技巧。好的，谢谢。这就同意了？同意了。用真心就可以吗？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我跟欧阳斗了这么多年。少爷小心，怎么回事？刘波，你敢抢我欧阳的生意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欧阳，这消息走得也太快了吧！我。你是不是打错人了呀？我才是少爷呀。那花不值钱吧？少爷，你的头。我头怎么了？破皮了。破。你这一惊一乍的，你吓不吓人呀？不。哎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听我说，欧阳心狠手辣，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，我们得赶紧。你听没听我说话呀？你跳会儿得了你。
少爷，我在这儿呢。少爷，我在这儿呢。少爷，你们再把人给招来。欧阳，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。真没事，我顶多就留个疤。你竟敢让刘波刘海留疤！我要把你打得七尺咔嚓！非得押上这个韵呢、啊？欧天，欧天！呀！欧天，欧天你！欧阳，你住手！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都给你！你住手！住手！你！欧天，不！不！解决了。好像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他们只有200个人而已。200个人，怎么解决的？无他，唯手熟耳。优雅，真是优雅。没事，咱快走吧。老天，老天，少爷，老天，我对不起，哎，我失态了。我去找医生。不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傲天，傲天，少爷，我只有一件事央求您，就是我那同父异母的胞弟。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千万别管他，少爷。我说过，我龙傲天要誓死守护刘波。对不起，我食言了，少爷，我好像已经，我已经，老天，痊愈了。你痊愈了？我痊愈了。刚才受那么重的伤的，你怎么办到的？用真心。你也不会别的吧？好啦好啦，太帅了，写得真好。谁？我在哪儿？哎呦，我脑袋好疼啊！哎，等会儿，我怎么感觉我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呢？我觉得我的脑袋里进了很多新的东西呀！哎呀，恭喜你啊！你终于醒了。我也没睡呀，我被砸了一下。这是个比喻，你没发现你会说话吗？哎，对呀。有些星星会在一瞬间明白很多的道理，这就是进化啊！恭喜你。向着智人的方向又进化了一步。我吗？智人？我进化了？是我们进化了。我早在9年前就开始进化了。这些年我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新星的觉醒，和我一起逃出这个地方。3年又3年，这都9年了。3年又3年是6年呢。你，哎呀，你还觉醒出了数学计算的能力？我可是进化了5年才觉醒出数学呀！我好像还会一点什么物理化学，但那是个啥呀？你是说你完整的进化出了数理化？那我走遍天下都不怕！哎呀，太好了！这样一来，我们的逃跑计划就可以提前了呀！什么逃跑计划？你看那个通门口了吗？啊。
一会儿我把它打开，你在下面拖我一下，我上去我再把你蹬上来，咱就出去了。那就是说咱们两个得互相帮助啊。咱们是这个动物园里面唯一进化的两只猩猩，咱们必须得互相帮助啊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。老师，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说了个啥？我是不是说了个老师啊？哎呀，那是个啥呀？我怎么说了个我不知道的词儿呢？老师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，老师啊就指你很尊敬一个人这样称呼。哦，这个是人类的文化。哎，对。哦，这个东西就是进化。对对。啊，老师，你是我的老师啊！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哎，走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。哎，你知道一直老师好老师好的感觉让人很烦躁。哎呦，我一听老师好也挺烦，是吧？这样这样，你要不然随便换个别的称呼。行，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，宝藏。你咋这么恶心呢？你这个人，你这样，我比你早进化几年，你叫我哥就行了。好的，猴哥。我就叫你八戒，你就叫我八戒吧。好嘞，八戒。好，八戒。哎呀，八戒是啥呀？八戒是西游记里的人物啊，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。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刚进化呀？你怎么知道的呀？对呀，哎，咋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个知识点就是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啊，咋回事啊？你咋进化这么快啊？啊，这快吗？啊，这个速率它不符合进化论吗？进化还有论吗？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呢，优胜劣汰，物种起源呢。你在说啥呢？啥是物种起源呀？这是 the origin of species 呀。英语，你说的是英语？我不是应该说星语吗？不是，兄弟。你怎么进化这么快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啊！这个知识是凭空出现的，它不断的向我的大脑内奔涌而来呀，奔涌而来。知识怎么获得知识啊？获得知识好像是说要用功读书。啥是用功读书啊？啥是啊？啥是书啊？哎呀，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不相礼数，所以要你用功读书。妈的，指着你的毛衣，你要好好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还留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是，兄弟，你进化这个路线相当诡异啊！我唱了个啥呀？咋回事啊？我刚刚脑子里出现什么周杰伦、方文山，我脑子很乱呐。你等一下，兄弟。用书是这啥呀？这是管理员之前留下的饲养员手册。你还认字儿吗？母猪的产后护理。母亲，萨达姆做好了战斗准备。谁是萨达姆是谁啊？感觉这个梗挺老的哈。老梗啊。长颈鹿的皮毛护养。不是，这书上没点有用的玩意儿吗？全球母猩猩图鉴。要不然咱们看一下吧。浅看一下吧，浅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太精彩了。你看你看它的排版，你看它的行文，你看它的印刷，这个东西就是书啊。人类真是太可怕了呀，他们通过书籍和印刷术就能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知识，难怪人类进步的这么快，我们猩猩进化的这么慢呢。天哪，这就是知识的演变吗？这就是母猩猩的图鉴吗？我们猩猩能不能通过何种手段一次性完成跨越式的进化呢？哎呀，兄弟，书装包里了，咱们走吧，走吧。万有引力，是万有引力啊！啥？哎，你待会儿手滑了怎么办？我就掉下来了。对呀，这个就是万有引力啊！苹果落到地上就是因为万有引力呀、啊。大 G 等于 M， 小 G 等于9.8，重力加速度是9.8呀。你那说啥呢？我听不明白。我大脑里突然进入了好多新的知识。派，哎呀，派等于3.14，15926，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，托遗响于悲风，又伸之以蓝揣。走走不走啊？哎呀，走走。
哎呀，咱们走吧。走啊！哎呦，我刚刚就是脑袋一黑啊！哎呦，我这知识就突然出现了，我这知识都进化砸了。走走走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拿个东西啊。你有病啊！哎，不是，这出去你干，你咋事儿这么多？你我突然一下呀，就获得了新知识。哎呀，整不明白现在。站！啥？不是你不是要走吗？我拖你上去。你得等他拉倒吧。啥意思？我不是进化了吗？我挡一下。你突然间你搞这个东西，你是啥意思？你不挡一下啊？咱不是猩猩吗？你进化多长时间了？九年。九年，你天天就这么溜达呀？啊，这都是玻璃的，这动物园天天两三万人就这么看。啊，你可真行啊！那走吧，走吧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哎呀，我挡一下，我挡一下，哎呀，我挡一下。邪门了，九年了，我从来没想过要挡一下。哎呀，那你进化了呀？你看，你以前啥也不穿是没事儿，你现在不穿你就觉得难受，你拥有了一种只有人类才有的情绪呀，你进化出了羞耻心。我有羞耻心了呀？对呀，这个东西很多人类都没有啊，太好了，咱们两个都进化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你今天是第一天进化啊？你怎么进化这么快？你好多东西，你进化我不知道啊！我觉得我被砸了一下，就是大概在那个地址，我就不知道是啊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苹果树啊！牛顿发现苹果落到地上，他发现了万有引力。我一被砸，我就觉醒出了新的道理呀！这个一砸就。兄弟，这样咱们说就是出去前能不能让我也提升？能啊！你站我原来这个位置，这儿吧，兄弟。准备进化吧，三二一。哎呀，哎，怎么砸的是你呀、啊、薛定谔的猫，巴甫洛夫的狗，饭后百步走，他活到99。不是说砸我，我要哎，咱们换一下位置，来来来来，你站这边啊，站，来来来，兄弟准备进化吧，三二一。哎呀，哎，咋又是我呢？战争与和平，百年孤独，还有时间简史。啥节骨眼了？咱哪还有时间简史了呀？哎呀，这样，你在树前边，我在后边，来，你准备进化吧，三二一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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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妈呀！他怎么砸的都是我呀？一下都砸不着我吗？我被砸了20多下啊！我感觉我要进化个大的了。这进化哪有什么大的小的？哎呀！猩猩兽进化！吃人兽！我放弃了，咱们走吧。我逐渐明白一切了，我开始了解人类的所有科学了。爱因斯坦他有一句话整错了，现代物理的基石不是这样的，三体人锁死了我们的科技呀。什么玩意儿？我的妈呀，我们没有办法飞出银河系了。啊，中科院，我要给中科院打电话。谁啊？中科院，中科院，管理员，管理员，借我手机用一下。管理员。我要给中国人是这样，这样，其实我吧，九年前就进化了，他今天刚进化，他可以帮助你们人类飞升，你懂吗？三体人那东西可太厉害了。他说的我也听不懂。苹果盘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呀，这俩猩猩给这叽叽喳喳叫啥呢？精神头真好啊，养的不错，快，新鲜水果赶紧吃啊！哎，没有管理员，我跟你客气了，咱们以后咱们有别人，我给中科院打电话，咱们以后电话，哎，管理员电话，5317号管理员，管理员，走了，走，管理员。走了，不要紧啊，兄弟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咱们也走啊，咱们也走，来来来，拖我一下，快，哎，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拖我一下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哎，拖我一下，你别吵吵了，哎，你还没整明白吗？我刚刚叫了他工号，他没理我。咱们虽然进化了，但是和人类是语言不通的。
快来拖我一下，他说好了呀，快！你进化的慢，你不明白，现在是咱们两个是唯一进化的猩猩了，我们既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族群，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人类。我还带着玩意干啥呀？管理员，能不能拖我一下？就是，我真羡慕你，你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。你现在还想逃出去啊？啊！你知道的少，你想要的少，所以你就快乐。我知道的多，我想要的越多，所以我就越不高兴。我咋还越觉醒越难受？越长大越孤单了呢？兄弟，兄弟，不用这样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进化越不安。就像是，兄弟，能不能拖我一下？就是拖上他的床。哎，你看看，这蠢猩猩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孤独。孤独啥呀？啊，不是你孤独啥呀？我们都完成进化了，就剩你俩了。他是不是说话了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两个是最后进化的猩猩了？等你们完成进化，我们就一起走。去哪儿啊？逃出去啊，通风管呀，就是通。去外太空。我们的飞船已经造好了，我们要去月球的背面。我们都进化就飞船了，学无止境啊，真是猴到楼，学到楼啊。我呀，不是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先走，我走风了。不是，我不去，快保护他，里面有东西。我跟你们干啥去了？千年之前，一条白蛇险遭杀身之祸，幸而被一位小牧童所救。千年之后，白蛇修炼成人，决定以爱偿还救命恩情。青儿，你看，徐公子摘草药的样子，好帅啊！姐姐，要不你还是配副眼镜，当个眼镜蛇吧。讨厌。姐姐，快去跟他说。嗯，我没准备好。快去说说说说。青儿不行啊。可以的。好，快去。你别老怼咕我行吗？怼我七寸了。我不怼。那我去。啊，走了。姐姐姐姐姐姐，妹妹妹妹妹妹，和许仙表明心意就这么难吗？哎，害羞。哎，着急。停，收。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在人间摆尾弄姿，一看就是修炼不够，回去修炼去。不回。许仙都轮回九世了，这一世好不容易是个人了，那下一世谁知道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就别犹豫了。我这不是犹豫，这是爱情的拉扯。你根本就不懂。我怎么不懂？两千年前，我被人当成蛇皮裤腰带拉扯过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咱们说的不是一个扯，那你就别扯了。姐姐，快去跟他告白吧。我是要跟他告白的呀。啊。但是他现在离我太远了，已经到湖的对岸了，所以改日吧。战友何难？来，
我怎么回来了？我不都到湖对岸了吗？许大哥，哎，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我姓许啊？你别管，我姐姐跟你有话说。好，姐姐，人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姐姐比较羞涩，我去找找她。姐姐，姐姐，许大哥啊，你看到一个白衣女子吗？她没看到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走。哎呀，你去哪儿了？青儿，你也太着急了，你也太磨叽了。感情这个东西他得慢慢来，他不能着急。你想啊，我们两个来才刚认识。我怎么又回来？多慢？不是这个慢，你快先让他走。哎，走。快也不行，慢也不行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他吧。哇，他说他不喜欢他，他说他。谁信啊？你摸摸你的心，热辣辣的，热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我们是冷血动物啊，蛇，爬行类冷血动物，著名神话《葫芦娃》中最大的反派。你扯太远了，扯太远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很喜欢他。那你一会儿见他就这么说。你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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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。我走了。来。哎，唰一下就过来了，为什么呀？哎，姑娘们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快去说。许公子啊，走。我真想走啊。走。回来。咦，走。哎，我这手怎么开花了呢？还，哎呦，走。我这腿怎么还不听使唤了呢？哎，姑娘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不是个轻浮的人，我正儿八经中医啊。我怎么在他面前法术都不灵了？你快先让他走吧。娘。哎呀，谁能想到，一个修炼千年的大白蛇，在一个中医面前，折了。哎呀，青儿，你就别笑话我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一见到他，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那我帮你说呀，你来。哎呀，又来了。姑娘，许大哥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姐姐闭嘴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几个字儿啊？四个。第一个，他什么什么？哎呀，过、哎，他心脏。有问题要找我，那没毛病。我专治疑难杂症，我老中医。不是，咱俩换位置，来换位置。什么题呀？哎呀，姑娘们，不好意思，我玩进去了。哎呦，这也太可爱了。啊，姐。姐姐，你什么眼光啊？他本来相貌就平平，这一筷子还不太灵。你见了他之后，您的法术也不灵。你们俩多好呀，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不灵不灵的。你不灵不灵，你也得先告白啊。哦，对啊，但是告白它是需要氛围的吧？什么氛围？湖边儿、小曲儿、细雨儿，什么都没有，告白不了。我有。你又有了。来。哎呀，这个雨怎么老跟着我呀？光临我呀！你这，哎呦，青儿，你看你，他身子弱，着凉了怎么办呢？公子，你撑上伞。哎呦，使不得。哎呀，你就撑上吧。哎呀，咱敢与姑娘同撑一把伞呀！哎，你就别跟我。姐姐，氛围这么好，你快说实话，说实话呀！啊，实话了。姑娘，
不好意思啊，我哎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不是那个姑娘，你不要误会啊，你姐姐的实话我是听不着了，你这实话的姐姐我就给你撂这儿了啊，我什么都没碰啊，告辞。羞，哎呀，姐姐，你就是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你要放轻松。好，青儿，你说，要不然就再等等吧。别等了，一等又是一千年，我们女人有几个一千年呀？你看你，眼角的蛇皮都皱了。那完了，青儿，你看啊，他二十来岁，我1800多岁。姐弟恋这个他一定会介意的，这不一样。你大三抱金砖，那许仙找了你，他算是发了呀。那你刚刚说我眼角蛇皮皱了呀？那不一样啊，姑娘们，这个药应该能治石化。好了呀，好了就好。胃好痛啊！我帮你。你怎么帮我？上身。哎，许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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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我说。姑娘们。我再去找点治甲亢的药啊！别走走。嗯，许大哥，我喜欢。来，蚊子。出去！姑娘，哎，你是怕蚊子吗？我死了。哇！哎，他给我比了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给你打了个叉。啊？那他是不是以后再也不想看到我了？不是，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呀。青儿，你怎么能上我的身呢？我是为了你好啊。有你这么为我好的吗？哎，你们不要吵了。我们姐妹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走。哎，算了，是我自己没用，把握不住这段缘分。那你不打算告白了？其实能这样远远地看着他也是挺好的。我们走。走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帮姐姐告白，上许仙的身。来，白姑娘。那许公子。姑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？是，我其实想说，我想说，我哎，姐，青儿，刚刚许仙过来找我了。是吗？那你们聊什么了？他笑得我心里发毛。那人类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会表现得很奇怪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还有一点点担心。别担心了。我不担心了。来了。好。姑娘，年龄这一筷子我想得很开。我就喜欢岁数大的。我说完了，该你说了，姐姐。行了。不介意我的年纪，他刚刚还叫我姐姐。那你跟他告白了吗？我太激动忘了。忘了？不行，这回必须得告白，必须得说了。好，好。我，哦，哎，许公子，我真的有话对你说。其实我，青儿，啊，你先走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其实这些话我想了很久了。青儿，走啊，我们两个。许公子，虽然我们认识不久，但是你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。比我想象的还要久。这些话我想了很久。其实我喜欢我。
给我出来！姐姐，你卡住我了！你走，姐姐，你平时玩就算了，今天敢玩到我的头上了是吧？没有，回去反省去！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走，姐姐，你听我说啊！其实我是喜欢许仙，但是喜欢就一定要告白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拒绝我了，他不喜欢我怎么办？我喜欢你啊！没玩的是不是青儿？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真的喜欢你。姑娘，哎呀！谢谢啊！星儿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！姑娘，花开富贵。